你好啊，呢、這个就望住呢个位置又是另一单成交啊，咁就是呢个深水埗福荣街159号地下4号铺，钦州街大单边嘅呢个，咁佢同侧边嗰个嘅学车嘅铺头仔嘅时候就一起买。不 ，Daniel 讲咗呢一间先咧，呢、這个林昌记鱼蛋1397万嘅6月6号成交嘅，一般啦、啊、个位系一般啦、啊，对正嗰个黄金，但系呢好吊脚噶，叫做车流又唔系好顺，嗰、那个嘅即系广告效应。側邊嗰度要兜去嗰度就比較麻煩啲，咁一般啦個位置我形容，中意點我俾4.5分啦。我都有睇過，咁手落過還過下價，但係追上咁多又唔好想追咁多。間鋪細細間啦，話呢個嘅建築面積310尺，咁啊門闊就大概11尺，深16尺到，咁啊高大概15尺到啦。咁啊租金31000，咁啊回報2.66厘，大單邊位，而家呢個就係下晝2点鐘影到嘅環境。一個 reference 咧，咁你轉過去俾你望下附近嘅環境嘅時候，呢邊比較靜些少，去到對面黃金嗰邊梗係貴好多啦，個鳳榮街過嗰邊，多一個參考啦，咁啊4.5分啦，不過真係就百貨百客個人揀法唔同，都係大單邊位嘅時候又好難得有，咁啊千零萬係咁嘅貨仔啦。Thank you.